拜伊，必须爱在生活中，把伊当作独一的精神来敬拜。人类的始祖阿东甲夏娃，袂当真心信靠伊，咱有时嘛是同款。圣经甲咱讲，人就算讲遵守所有的律法，单单伫一项小事的顶面信哦，伫上帝面前也是有罪，也是违背着律法的。所以，无论人有偌虔诚，无论有偌济好所行，拢无法度达到上帝圣洁甲公义的标准。上帝深知人陷落伫绝境，无法度通救家己，伊遐尼疼世间人，差伊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，替赎世间人的罪，承受死的刑罚。圣经讲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只有上帝的恩赐，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，才是永远活。救恩是上帝的恩赐，毋是我个人的努力。所以无人会当因为得救来自夸。伫约翰福音第三章，耶稣对一个名叫做尼哥底母的宗教领袖讲，伊着爱钉头先，才会当承接永远活。所以咱也需要伫灵的内面钉头先，才会当进入上帝的家。所以咱嘛需要邀请耶稣进入咱的生命，来赦免咱家己的罪。你若有想要成做上帝的家人，搁接受耶稣做救主，请你即马甲上帝讲话。亲爱的天父，我承认家己的罪甲对你的背逆，感谢你找耶稣来为着替我承受刑罚，受钉死伫十字架顶。天父，我爱耶稣进入我的生命，成做我的救主，成做我生命的主。主耶稣，感谢你进入我的生命。阿门。祈祷了后，您一定想要爱知影更加侪关系上帝的代志，您就要做三项代志。第一项，就要常常伫祈祷中向上帝讲话；第二，就要通过读圣经来听上帝的道理；第三，就找一间教会，甲教会内一心听上帝的兄弟姊妹做伙追求认识上帝。您若有想要得到较侪信息，阮传神频道网的地址是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77巷29号，请你来批。我会免费寄一本小册给你。